攞卖店 Slow 第一间分店在2018年年尾开业，之后即使遇上疫情，但 Jeff 不放弃攞卖的概念，亦坚持扩充。他相信疫情后可以有两至三成增长。现时品牌每月生意额达几百万，对于疫情所衍生的挑战，他亦有不同策略应对。